童小院啊，没关系，我们都要念丸啊，院是草字头的。啊，线扁的意思就有点像那种先跑牌的意思。线扁就是例如说你有一个三四四万好了，然后你先把四万打掉，不保留那个对子，不保留这个四万的对子。对，先跑牌的概念。先跑。哦，我们阳展更棒。对。那你看你喜欢万子，你就举例万子；我们阳展喜欢条子，再去举例条子。谁会喜欢条子？小宝啊，小宝，小宝。对。伟成，哎，伟成很久没看到。伟成，阿瑟，亚瑟，亚瑟王，文昌，文昌哥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哎，你刚才讲阿瑟，我有个朋友，哇，听牌恩告，恩告听牌二梧桐，蛮漂亮的。嗯，我有个朋友，他就是一个桃园的警察，然后他家去开了一间修车厂，就叫亚瑟公爵。我在想说为什么叫亚瑟，现在就知道了，是阿瑟。对，哦，好，然后嘞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蛮无聊的，我了解。恩告的二梧桐，你说亚瑟修车厂叫亚瑟公爵，亚瑟公爵，对，哦，啊，修车便宜吗？我不知道，哦，你可以去修修看。你不是最近被抓了，所以我被摸走了。二条被摸走了，我有保险啊，你有保险啊，保险理赔，保险理赔就好了。二梧桐，二梧桐。哎，这二条跟六条到底是没二条没了嘛？二六条剩一张，二条没了啊，啊，六条剩一张，六条还有一张啊？对啊，就剩最后一张绝章。啊，二梧桐还有几张？二梧桐应该还不少吧？这种梧桐只看到一张而已啊，所以梧桐应该还有。而且重点是连恩还没得转。连恩，对啊，五条被碰掉没得转。哇，结果我杠上自摸。好，恭喜连恩绝章杠上自摸。好扯哦。就是你啦，你在那边讲什么没得转。好扯哦，哎，杠上自摸绝章哎。对啊。而且还一花哎。对啊。很猛哎。我们恭喜连恩今天这个率先自摸数来到第二把，而且自摸的是这个绝章的六所。哇，这个原本是第一名的位置啊，继续把这个分数分拉圆啊，来往上的堆加啊，堆加。那伦哥说什么是线扁？今天是取一吗？打几将？今天是取一，没错。他这个问题啊，有点故意学我在那边装傻的样子。他故意，他是故意的。对对对，我确定他是故意的。对，我确定。嗯，啊，我 sure, 确实，make sure 是确定。make sure 对 ，make sure 对，确定他是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来到我们的北风南，对吧？北风南，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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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。北风二，信伟上庄。哇，信伟这个突然间的下降，并不是他放枪哦，就是对，就是一直被摸嘛。哎，突然被连恩哦，这个敲了两把。是的。